跟各位媒体见面了。已经播了。其实洪导他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这是两个一起导的一个偶像剧。然后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辛苦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，但是因为这个题材的关系非常特别，谢谢中视这边大力的支持，能够愿意让这么特殊的题材，在所有的偶像剧里面都没有的题材能够被表现出来。我希望还有这个机会，能够以后再多指导这样的一个戏剧的节目。谢谢。要特别恭喜导演，也恭喜两位，都是我们就需要相恋的功不可没。对。好，再次恭喜，就是要相恋，恭喜洪志宇导演以及杨一峰导演，恭喜两位。